是陈奕迅的，应该算比较近期的歌吧。对，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好像什么小学生吗？还是就好像很多小朋友很喜欢这首歌，还是刚好在他们那边有变成他们很喜欢的歌，我也不知道，还是因为奥数的关系，我真的是不知道。就突然间好像他们很红这首歌，就